咱即个道场、哦、本来著是每日念佛，长年无休，也使讲每一日拢是佛七。咱伫遮就是专一、专心诶念佛。如果动手啊、念佛，感觉愈想要专一念佛。 翻倒倒来，感觉杂念纷飞，妄想起伏。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咱著是凡夫。凡夫的定义著是烦恼执着。既然有烦恼，著有妄想、杂念。即种妄想、杂念。 其实，就是咱凡夫心的这个本体。这个本体，就是在咱日常的起心动念之中，咱的起心动念，就是妄想杂念，只是家己无觉察而已。在这念佛的时阵，尤其是。 端坐静心来在念佛的时阵，才看出咱凡夫的本来面目，就是烦恼梦想、杂念纷飞。所以，咱念佛，如果若有妄妄念，不应该想的也想，不应该起的念头也起。 这个时阵，无必要顾虑，无必要烦恼，因为阿弥陀佛发愿所要救度的对象，就是咱这款的众生。阿弥陀佛所要救度的，并毋是讲一个念佛啊，心就清净无烦恼的迄种的众生。既然甲安尼， 咱念佛有即个妄想杂念，岂不是也决定往生极乐？因为即是阿弥陀佛所要救度的主要对象。不过，如果若想要伫念佛的时阵，使妄想杂念较少咧，并毋是无方法。 方法著是伫咱念佛以前所强调诶迄几句话：正身端坐，闭目，专心念佛，开怀畅念。著、就是讲咱念佛诶时阵，身体坐端正，目睭。 提起,起来，自然就会收了咱六根门头，因为目睭无咧看，心就袂动，心既然甲无动，耳孔也比较无受到外界声音的即个影响，所以念佛的时阵，无论念偌久、坐偌久、目睭，蜡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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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尽量徛起来，无看四周围有啥物动静，啥物人来，啥物人去，拢无去管，无受影响。当然，若是昏沉，安尼目睭会使小可擘开，食食全部擘开来提起精神。那阵。 更进一步，想要入心，会使用实验技术的方法。啊，著、就是讲念佛的时阵，心中清清楚楚，知影念到第几句，念第一句知影第一句，念第二句知影第二句，一直到第十句，二二。 分明句句清楚，安尼心一方面伫念佛，一方面阁要计数，安尼就未去想别项诶代志，也未互别个代志插入即个心中。但也毋是讲用即种方法就完全无梦想。 抑阁有只是迄种诶十年梦想较美。细，无遐尔啊粗。如果念头若是真粗，安尼就是十念技术，也袂清楚。安尼讲，逐个听捌无？我先来试念一遍，我来念，也逐个静心。 听我念几遍，我会比平时念较紧一点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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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莲友，我念几句，十句，对。我直接念，啊，是毋是大家用镜头啊直接算，啊是伫心肝内算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毋免算一两三四，因为咱是一句接一,一句伫咧念，所以只要知影念到第几句就可以，毋是用镜头啊算算一两三四，毋是安尼纯粹知影咱念到第几句就好，念到第十句就放掉。 各按对第一句记起，循环往复，十句十句，拢是安尼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为着使自己更加当入心专注的方法，也是方便。如果咱念佛的心已经真集中，断面计数。 们着调上安调，如果如果十句记起来，十句记未来，也会使分为三句、阁三句、阁四句，三段来念，安尼加起来也是十句。一般所讲的三三四，若是念甲真清啦。 用五句来记也可以，甚至三句、两句也可以。这拢是就个人的这个精神来运用而已。十念技术，如果内底记较清清楚楚，无杂念，安尼只要有一处的十念，或者两处的十念。 不知不觉之中，咱嘅定心就会平直端正。因为身心,心是互相关联的，如果咱嘅心若稳定，气血也就稳定；如果心若集中，气血也就通 气血畅通，精神就会自然平直。如果身体若是弯头，阁打落去，就表示唔是昏沉，就是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在想东想西，有了杂念了。所以按伫外表，就会当看出伊的内心。 打坐诶时阵，会当盘腿，著尽量盘腿。如果盘腿，即、這个身体也是爱完全放松、端坐、静坐，掌握两个要领就可以。两个要领著、就是松甲静，身体放互松。 拢无去接触，这叫做松、完全放松、放松、端正坐好，即、这个身体就无管伊咯。即、这个心念完全依着即句佛号，一句接一句，安尼即个心自然就静落来。咱身体。 本来就有一种气机，若是伤甲蒸的时阵，这个气机自然都会顺着自然的轨迹在流动。如果本来咱身体若是倒位有毛病，气血通未过,过去，著有一种重甲。 麻麻酸诶感觉，毋过即个气血总是爱通过去诶，一旦通了，通了以后呢，即、這个胀麻酸诶现象就会消失，迄、那个病灶也会根除。所以咱只在念佛。 尽量采取盘腿的方式，一盘腿，着端正坐好，身体着放好、轻松，心着专一这和，伫即句佛号里，安尼不知不觉，即个身体就会真端正，也比较无杂念，无杂念，身体。 也会比较更加端正，这是互相影响诶。希望以后咱念佛，尽量以即种方式去念。今仔日就简单讲到遮，祝大家一心念佛，得生极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